来看一下这一局新火战第一张赛道双方的起步情况。其实从二 v 来说，我觉得第一手用银河之王还真的可以接受。主要王符的话不会像 RTG 那样有一个一条公路会考虑再使用。没错。那这一把羚羊手里面是握着一个 ECU， 希望阿妮知道。应该会交流一下吧。有 ECU， 你可别说我上不来。星星现在开始后追阿妮，哎，这一个点飘点的略感僵硬，而且阿妮在处于云跑位的阶段，他能够稳住吗？看一下现在他们 GW 的这一波调整过来以后，这个时候段位也非常谨慎。对，最近阿妮的状态并不是特别好。是的，对于领跑位置来说，对战到狼队这样的队伍，我觉得真的需要很强的稳定性。对，但是以第一圈的完成度来说啊，第二圈肯定要被追。这领跑45.9是一个比较慢的成绩，正常来说要45.3左右吧。明星已经拉近距离了，要看一下后续不能保守。再来一个点飘以后，这次比较丝滑通过了。没错，但是这个有 ECU。看呀，这 ECU 过完又稍微控了一下车，速度还是有点快。对，因为用了一手 WCW 调整了一下，已经反超成功。看一下后方两名选手，敏敏也是反超的羚羊。这局大概率也都是一分，对，但且都有就转向过来是 WW。128-08，后面两个吧，一分之差不大，但是敏敏开的银河之光，而羚羊用的哈迪斯，相比之下啊，我觉得哈迪斯会小亏，就要看后续怎么打了。因为其实哈迪斯这个车，你要专门来打的话，其实不太好针对。对。没有办法主动的提出打法，但是如果像刚才那轮二 v 那么打啊，我觉得哈迪斯是有的打。是的，对吧？你看他那手哈迪斯就是打在了阳光王城上。但是从这个图来看的话，阳光王城应该不在一赛。这张图和阿尔法两，哎呀，之前本赛季也都做过王图，这俩队伍是王图没打够啊。对啊，这手图没打够啊，海选。对，来看一下这一局的起步，明明起步非常快，第一个弹射拉过来以后还是能保持领先的位置。没错，但是很少见的是四名选手在，哎呦，羚羊出问题了，原本集气都是比较乐观的。看一下这一波调整以后，羚羊距离再次拉开，转向过来，这个点是可以顺利通过。没错，狼队双领跑这把很顺，但是羚羊在后面只出了一个 CW 单喷，阿尼后追宁青。就要看稳定性，这里有人脱飘了，是宁青。没错，而且直接让过了大概两名选手，而这个距离是稍微有一点点远的，看一下第二圈能够追多少了。没错，前面再来一手飘飞，像这种赛道完全就不分一二号位了，只能说如果双领跑的情况出现，会出现一波名次的交替比较正常，但是云跑更稳，风压车落地在前续可以上。这一波惯性阿妮用得很好，但是稍稍被明明挡了一下，落地以后看下一个 ECU 释放点谁更极限，一车没有区别。看一下后续的距离也慢慢跟上，要看前面这个弹射了，这两人都出，阿妮都是很贴啊，对，这边路线比较极限，进道突破的话有机会对抗到明明，但是差一点又被挡了一下，他甩尾用了一波惯性，然后抡明明没有抡到。再来一个点飘，尬的敏顺利冲线，1分21秒72，很快的成绩。感觉到阿妮的整体状态还是逐渐回暖了的。对，这个虽然说没能反超啊，但是其实今天的状态是比较常规的。是的，无论是从稳定性啊，还有从进攻的选择点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之前阿妮那个稳定性，就是让人有点着急啊。之前就不敢提稳定性了。是，其实。像阿妮啊、阿生这些选手，我们是最为担心的。你像海子哥前两天的状态没有之前那么好，但是其实并不担心。对，因为几年看过来了，也相信他能调整过来。但是我们对于阿生、阿妮这种新人选手啊，而且这张图在之前作为首图，我也刚回来解说嘛，我就说很难出成绩，一直看到很难。是没想到当天就出了。对。来看一下宁青杀出来以后，阿妮紧随其后，明明处于第三名，羚羊两个氮气的跑法，来一个氮气以后，看一下这边的氮气延续，停下，这失误有点大了呀。
再做后追，阿基补到了第一名。我来看一下落地。是，这边甩尾路线极限要更快一些，但是比起这边下面的断空桩做的路线更好。也没有任何拖沓，看一下现在四名选手，林青已经反超了林阳，林阳应该是在后续自己出现的一些个人失误啊。好，这个已经出现了像阿基他们对位的那个说法啊，是啊，第一局就有那味儿了。对，李敏在迎头挑，阿基在反超来到第一名。此时此刻，林青已经跟上大部队了，觉得太快了，这个点还是拉过来。这第一圈出现那么大的失误啊，第一阶掉到第四名。跟上来，但这个弹射稍微还是挡到一下路线。对，现在敏敏就完全可以放松的去和阿基去寻求对抗。这后面就下面断空飘又来了，又是这个点，他们家还是个极限，但是没有断掉。落地的话就更肥了一点，看这个落地以后，林青也要上来了，就对两个位置有点难以抉择。对，但是现在我觉得没什么好抉择的，不过敏敏出现了一个失误，可能要挡一下林青了。最后的连续两个弯道，阿基稳住了，1:33.39打破了。哎，林阳最后弹射上墙，多跳了一秒。这把林阳你亏了，回去吵不赢了。啊，对呀、啊，因为刚才那一个弯道明明裁决，是的，裁决。放置又是一个带皮肤了，一个没有带。对，一个不带。创世不带皮肤，也是因为颜色吗？我不大清楚。不太懂选手这个理解。对，对于我来说就是有点加成就比没有强，有的时候这个皮肤反而会成为我的一点心理安全感，因为技术没有办法给到安全感，只能靠这些外在条件。皮肤比你强，对，很难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WCWW 以后又被挡了一下，是的，第一次又释放完以后没有注意到最好效果。林青这一个弯道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挡，对对，但是这一把比较顺利的是敏敏率先杀了出来，空中断弹。走，狼队是来到双绿草这边，卡满一个氮气，但直接顺过来要再切一个进阶。对，但这张图也是有失误率的。敏敏，哎，转向跳下去了，失误率来了，哇，这么准的吗？年轻补位非常及时，然后阿妮再做后追，连续三次延续，但是前面两个都是裁决者。都是裁决者的情况，后追就有点困难了，因为现在没有对抗的机会。这张图对抗最好的机会就卡小喷，但是目前距离来看没有任何的机会，但羚羊的这个距离再一次拉远。羚羊这一个赛季状态起伏很严重，但是起的时候少，伏的时候多呀、啊。而且伊斯大对于他们来说，必须双人在线的情况下才有的打。是的，狼队相对来说在实力上会更有优势，1:12.95。这边7秒，这样应该是5秒。这一把又是拉开了3分。是。安妮是卡在跳秒的边缘进的。3或4。如果要没跑完的话，我现在都不会选，因为1:13小。是的。13秒37保持了8天，他跑完过。现在跑到了1:12.9，由狼队宁星保持，又是跨了一个时代。特性上来看的话，光会好一些。对，在这张图适配。在后追来看的话，跑起来手感更舒服。主要机器吧。有一个控制。看起步。看啊，起步这个甩尾拉怪经常又没出啊。对，但是敏敏这一手哈迪斯用了，好像又没完全用，他还在常规的卡气。感觉用的是银河之光，对，在这个集气方面反而比其他选手集气集的都要勤快。觉得这个阶段不用卡气的话还是能稍微稳住一点，但是后面三个人对抗起来了。没错，这一波互相的厮杀直接将敏敏送到第一名，并且领先的优势还很大。这个位置这个难点怎么过，甩尾过来，宁青这边路线拉满，但是宁阳要挡住宁青，这个弹射没有出来，一下落到第四名次再接个弹射，后来三个人还是很近。对啊，前面再来一手氮气延续，哇，宁青这个点飘很新颖，这应该是选手们新找到的一个节奏。氮气延续也过来，是太大了，宁阳的话再出差一
错，一眨眼狼队已经来到了双跑，但是阿尼手里面是一个 ECU， 看释放过来以后会有怎样的效果。宁思林也有，敏敏也有，对，还是顶到了一下最后的一个弯道，但是先行者跑不过。对，但是敏敏这波对阿尼的路线险些造成干扰，并且紧随其后顺利冲线，这一把两分。那我这敏敏是正常的操作呀，对，只是无意为之。不过敏敏，你说他这个车当成到底是什么用的呢？你说前面吧，疯狂的。对，这张图我们特别期待联赛上的成绩能够进入到一分以内。这个笑是什么意思？我想期待一下这一局啊，看吧，有机会了。前面第一个弯道过来，宁青开着智慧女神杀了出来，这是机会的开始。看一下后续连续的弯道通过情况。没错，而且拉开一点距离，现在阿妮对于宁青来说没有对抗的机会。前面一个暴力过来，前面羚羊脱飘了，这个点的话要进行一波调整。是 ECU 都顺利通过，没有反向 ECU。稍微拉回来，来到第一个时间点，稍微直接没有任何的问题。宁青的一个时间点很快啊，哇，你的这个 ECU 放的有点偏差。对，但是宁青歪了到这个进炮基本上就要随每次都去走。这把有机会，看前面再来一个暴地，不要有机会，不要有机会啊。这把看吧，阿妮跟的还是非常紧的，但是这把羚羊落后的距离确实稍微有一点远。来到宁青的视角，再来一手暴力，这暴力很细节，甩尾有没有小喷？氮气延续有的，多少多少？19秒80来了，说什么来什么！恭喜狼队宁青，将西部矿山也是将点在所有赛道首个带到了一分以内。西部矿山59秒8，又是这一个西部。我就说这局开始飞跃一定要找好角度。角度是比较难找的，要不能飞得太高。对，就飞得太高以后基本上就是要求稳，而这个机甲的优势就直接就没了。是的，所以说这一把焦点大家主要可以去关注一下最后这辆机甲的飞跃情况。看一下这边看一个氮气起步，阿妮还是拿到了优势。对，这边稍微蹭一下跳台以后，接着 WCWW 挤满这个氮气，速度达到了339。氮气过来，来看一下，丢开，这压下车，没错，其他车就想提速，机甲的话就是要直接压车，点飘，哇，丢了一个小喷，宁青，刚才那一个弯道做的太极限了，而这里又不能把这个氮气挤满，飞跃过来，哦，还被卡了一波，这画面我见过，同款，我们刚才说过，宁青现在仿佛在向自己的好兄弟招手啊，这个，你走过的路我走了。从前面再来一手暴地，看看这边反射过来，伊萨来到了双领跑，但目前的距离还不足以有5分加赛的成绩。对，但是最后的跳台确实有可能成为一个机会。看一下直接弹前续过来，是这里比较难的就是小喷，哎，小喷加转向，这边还要断掉氮气，稍微求稳了一点，提前转向不能压车。都依次通过以后，宁青这个点落地再一次出现失误，最后冲线的成绩是多少？广寒仙境真的就这么邪门吗？几分？6秒7分，加赛还是难。前面敏敏的话估计能够跟个同分。对，具体来看一下，如果羚羊能够领先敏敏1分，那就够了。宁青好在最后是没有再次实现跨秒，没错，跳秒，但是这一把好像又有机会，因为安妮是11分，宁青是7分，已经有4分了。广寒呀，广寒呀，真的就任何版本都能够给 E-Star 带来救世主般的存在，这真的是充满了魔力。对呀，我最早的主演者就包括中间的天行也是 E-Star 的王图。是，但这一个赛季以为有了机甲，1.99，天哪！哇，这真的1.99，你敢信？越努力越幸运，我只能这么说。真的，就差0.01，这是真的，纯纯的就差0.01，0.01就能。